赏歌曲。对，来，接着下来，这就是咧，今仔咱咧大陆歌手吼，拢总伊甲咱带过来的。伊唱歌后尾就去大咖哈。我一个阿姐呢，今仔我水水搁兼包车来，有够用咧，我拢安尼坐车。不要紧，我落来就好。你先落啊。有需要甲男甲姊妹，我你先落来，我等下才落来一个哈。好。好，来，咱赶紧，咱来甲咱邀请到咱的简美雀简老师咧哈。头一首歌曲，要来甲咱献唱，讲叫做《旧皮箱》的《流浪子》。来，好朋友，欢迎过来，简老师。来，来欢迎咱的简老师的歌声。谢谢，感谢大家，谢谢，感谢永杰兄，感谢我们的陈林，现场所有的嘉宾，大家晚安。我是甘美雀，今天真欢喜，等下甲咱报到台湾，甲咱所有的好朋友又搁再度见面，再来一首。我去甲大陆的心声，来，古佩星的亮丽，送给大家，谢谢。你开着故乡，孤单来流浪，是阮。相守，
感谢你欣赏，感谢你的好声，永杰好。古培秀的刘荣吉啦，哈，谢谢，谢谢咱的美雀老师，是，是今天真好，啊，杨俊，谢谢你，阿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呦，学生哈、哦、送给我们老师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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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真欢喜啦哈，有这个机会，因为这个海峡两岸的这个今天的这个吼，咱、哦、的感恩，这个忏悔，是，我想咱今晚带着做这好朋友嘛咧现场直播咧看、哦，对对对，是是是，所以特别要祝福咱所有现场贵宾。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，当然很重要，再来就是我们的母亲节、哎啊、所以也要现场接受妈妈美秋在这祝福你母亲节快乐，谢谢我们的简老师、哦、刚才、哦、我们的这个陈琳在问我们的文杰老师说有欠学生吗、哦哦、我现在要来问我们的这个美秋老师、哦、你知道有欠学生吗、哦哦、我不知道可以来去学吗、哦啊、有用杰啊，那等你嘛你嘛拄我好就好，你我问啊。你敢无目前为止无人要找我出唱片啊？哎，但是我跟你讲哦、啊，用者唱了好不？你啊，拢大家拢无声啦。啊，系啊。我拍一下抱下一下，哎呀，真可怜的啦。啊，真可怜啊，这就实在是。哎呦，有啦，听到恁温暖的抱下声。就是安尼讲哈。系。不过咱的这个美翠老师哈，非常一进的吼，有呐啊，辛苦替咱的这个大陆家哈，是。推得到哈，咱的这个台语的这个歌曲哈，是。真的很不简单哈。系。啊，当然你来到这个所在，系。唱完一首歌，咱好朋友哪会介意？对不？哎。本来是安排一首尔啦哈，哈，但是今仔日因为。想到讲吼，咱今天是感恩的这个母亲节的忏悔哈，所以美秋要多带来一首很好听的歌曲，嘛、哎、是真怀念的这个怀念的大姨老歌。这首歌曲要送到现场所有妈妈，妈妈，请你也保重。妈妈，请你保重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一首歌曲，要祝咱现场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，所有妈妈。一定要健康，一定要健康，一定要快乐，再次感谢你，谢谢，感谢你。若想起故乡，目屎就流落来，免我伊请你放心。我的阿母虽然是孤单一个，虽然是孤单一个，我也来到他用的一个心动，不过我是真勇敢的。妈妈请你呀阿婆不给你，就是妈妈，你这个母亲节，希望你能当健康，来温温谢谢你，感谢你。夜更眠想袂醒，飞来惊乎你，希望会平安过你，我的阿母。想彼时强强离开，想彼时强强离开，我也来到他用的一个心动，不过我是真勇敢的。妈妈请你呀阿婆
就唔通伤风我的阿母，你太着早你伤悔，你太着早你伤悔。我也来到他用的一个行动，不过我是你的当地的妈妈，请你呀阿婆来，感谢咱的这个简老师吼，咱的美翠老师，甲咱去唱这首歌曲《妈妈，请你也保重》。咱好朋友嘞吼，恁进来吼，那伫咱的这个现场，吼啊，恁若是个吼，甲拍开咱的这个手机啊，恁若是讲吼，咱的手机咱若是有嘞吼，用 YouTube 的吼，恁拢现场拢看会到啦吼。哎，现在现场都可以看得到，咱这拢从现场直播的啦吼，所以嘞，搁较远嘛看会到。咱伫大陆地区，这个时间嘛会当看到吼，来吼老师嘿。哟，所以吼，来吼，你看卖啊吼，来吼，啊，所以咱朋友，你进来吼，会当叫你的这个亲戚朋友拍开着咱的这个 YouTube 吼，啊，咱赶快嘞吼，这个时阵，咱都会当看到咱这个精彩的这个节目，来，上来去。